Beer Pong 你可能玩过，数码 Beer Pong 你又玩过未呢？这个数码 Beer Pong 是由香港 BP Connect 公司首创，玩法和传统一样，两个人比赛，将乒乓球投入对方面前的九只水杯。耶、yeah, ！最快入晒咁多只杯就赢噶啦！而张台同乒乓球都装有感应器，会自动帮你计埋分。开播之前 connect 埋手机 app 就知道自己全球排行嘅位置，真系好犀利啊！而输咗波咧就负责俾酒钱饮啤酒，仲可以食下嘢，转头再玩过咯。